那在目前的社会里呢，有的宗教师被称为大师或者是法师，有的呢称为上师或者是无上师。那么近年来呢，也有人称为佛师。我们要请教圣严法师，这么多的称呼，他们有什么不同呢？是什么样的人可以被称为上师或者是佛师呢？这些名称呢、啊，有的是弟子们呢尊敬他们的老师而给的，有的呢那些老师们呢自己自封的，有的是后人呢为了尊敬呢贤者，把他们当成圣者来看，是尊称他们的。但是究竟是这些名词是啊，这些称谓啊代表着什么，这内涵是什么，是不是就是都是佛教的？我现在可以给电视机面前的诸位观听众菩萨们这样的一个介绍。在释迦牟尼佛的时代呢，只有啊无上师这个名字是有的，那是指的是佛。大师这个名字也有的，那也是指的是佛。法师这个名字也有的，那是只有啊叫说法的人能够用佛法来帮助自己帮助他人的人，就是法师。甚至于连动物啊，如果能够说法弘扬佛法，也能够叫做法师的。这佛师这个名字呢没有听过，是佛的老师呢还是说以佛为师？那么这个佛师的意思究竟是什么？这不是佛教的名词。所以他说他是佛教，他是禅，我想他不是。从我们传统的佛教来讲啊，佛的尊称一共有十个，有十种称号，那无上师是其中之一。佛啊，如来啊，正遍知啊，明行居啊，正知世间解呀、啊，这些都是啊，一共有十个名称。现在这个上师在台湾呢，密宗的用的最多。其实，所以上师啊，就是金刚上师，这是密宗所用的。金刚上师的意思呢，就是大成就者，已经练成了不坏的、不变的，已经是啊不会再褪色的这一种啊修行者、大成就者，还有能够传法的人，这叫金刚上师。在显教里头没有这个名称，所以显教、禅宗、净土宗、中国的什么华严宗、天台宗、唯识宗，这是所谓八大宗之中，只有密教、密宗啊，有这个名称。那这个金刚上师的资格怎么来的呢？是啊，有师师相传的。上一代的上师能够证明，给你灌顶，给你加持，而且呢，给你呀、啊、通过了，考验了，那你就是。上师，如果没有经过传承的，没有世世相传的，这是不成立。所以许多的金刚上师啊，要需要有啊大金刚上师来啊认可的。那么在西藏的话，也就是仁波切，那就我们叫做仁波切，也是啊需要啊大喇嘛。最高级的达喇嘛，像达赖喇嘛这样子的人，班禅喇嘛这样子的人认可的。
不是说自己成为上师就是上师的。但是我们台湾呢有好多啊，他没有传承的，他自己修行修行呢，好像有一点宗教经验呢，那他就自己成为上师了，也成为金刚上师了。那这些都是啊不被传承传统的密教所承认的。当然在台湾这个我们没有人能够管他，没有人能够取缔他，因为在法律里头说不准叫金刚上师，这个没有这一条法令，那有的人要自称为金刚上师也没办法。至于有人自己称为无上师，这个在释迦牟尼佛以后啊，没有人一个任何一个菩萨任何一个人能够自称无上师的，那只有啊青海他自称无上师。青海为什么能够称无上师，意思是说他是佛，他自己就是佛。这一点呢跟释迦牟尼佛的教义是啊冲突的。释迦牟尼佛说在娑婆世界的教主，现在的这个娑婆世界教主就是释迦牟尼佛，下一任的是啊当来下生的弥勒尊佛，在这个过程之中没有另外一尊佛出现的。这个是在《无汉经》里边这么讲的，以及在《弥勒下生经》之中也是这么讲的。所以是青海无上师是他自己封的，但是我们也没有法令可以取缔他，他自己叫无上师，那这是代表说他的名字就叫无上师吧。好像有人名字啊叫什么佛，比如说我们台湾台大有个教授，政治学的教授叫胡佛，那胡佛教授你不能说哎你怎么叫佛，他说我叫胡佛，我的弟子之中啊法名也有叫古佛的，也有的，你不能说不可以叫啊。阿弥陀佛。